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Lao Zh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2, 3. 我爱你们。我可以接一个许愿吗 ？OK 啊。我昨天真的对不起你们。然后我的许愿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回来。I'm sorry. 真的。I'm sorry. Big love. I'm sorry. 来，给我们上三下，整一张。开心啊，开心啊！一、二、三。我真的很对不起，是因为我很笨，我都不知道规则，我做很多的错误，然后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就是没关系，因为其实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因为真的我昨天他其实采访一半，他让我这样。What's up? Yo, Hey, now listen. At that moment, if your heart is telling you that is the best way to do it, then you just be you. I'm sorry. So good. Don't worry. 我觉得九哲哥的歉意已经不需要再表达了。Enough. But 当我们四个都在的时候，却缺少了一个 Nikki， 我个人的心情是非常 down， 非常 sad 的。OK， 我们说开了就翻篇了，但是。你说，我们不说。It's okay. 翻篇就翻篇嘛。我好像天天跟你们翻篇。大家在一起敞开心扉，把没说的话和遗憾都说了出来，然后也鼓励九哲，真真正正成为一次队长。能把我们再拉到一起，走啊走走啊，来呀、啊，开感谢宴 ，Happy birthday， 耶！哎，你在这里，浩明在这里，我在这里，圆圆在这里，宝石在这里，宝石在隔壁啊，哦，宝石在隔壁，好，哎。你怎么回来了？没有我，没事，我就回来看看你们。哦什么呀？你还是住这儿？啊，我是住这儿吗？你不住这儿吗？我不知道啊，你不跟我们住了？耀庆哥让我去那边住。那、啊、他过去吧，他们团队他们要商量，他过去吧。OK OK OK OK， 那就是我们四个住在这里。对啊 ，OK 啊。那浩明，你要睡上面去下面？我要跟你睡。啊，不要这样子搞了咯。不要意思。就是从出舞台刚来节目的时候到现在，因为其实出舞台的时候你也是大家大哥嘛，到武术的时候你也算是队长，到现在就是你整个一个心态的变化吧。相音。刚来的时候。刚来，没有那么强烈。当所有人对你的信任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好像有一种责任感，你不希望你的部落有任何一个人被淘汰，所以我相音。在义工的时候，我不觉得自己是队长，自己也害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太冒失了。有时候，虽然是 MVP， 但是并没有说 MVP 就是队长。然后国庆哥也在，所以我有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去看大家对于我的一些想法和判断的一些反应，然后再来做下一步这样子。然后到二头可以，你就。二宫的话，那因为很明显他叫陈楚生部落，陈楚生哥哥排名第二当选。哦、接下来如果这首歌的话，我希望音乐性更强一点。那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抬头，就是那你要负责这个部落。那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有责任的。两队他最多也就只能五个人，对，最少的两人嘛。对啊。干嘛？我俩就搞那个调查中，敢不敢玩？可以，我都可以。你们五个专心搞那个行走的鱼，别冲动。王彦勋属于干脆利落的人，就好像我们选的歌，就是谁都别跟我抢啊，谁都别跟我说什么，
我就要跟浩明两个人演这个调查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跟喜好啊。你 OK？ 我 OK。因为现在只是听个片段，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空间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不能强迫别人安排好的然后我来去做调度，那队员肯不肯交换，这个也存在着个人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沟通的重要性。Come on, come on, 对吧？正好，我们就再聊了，我们再聊那两首歌。我回去听了一下，包括今天我们也收到各自收到了编曲，嗯，因为这首歌现在的编曲其实挺大的，嗯。反正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如果调查中，我觉得可以有四个人，嗯，我觉得行走的鱼三个人最多了，嗯。他当了队长之后就挺让我刮目相看的嘛，以前就认为他不善言谈，但其实他是话少而已，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说，你不用一直叽叽呱呱，你像我这种话很多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那都是输出情绪。对，其实那个调查之后其实我也不排斥，老实说我首先问你，所以你愿意跳吗？我愿意。那就很好，我们到了第二宫了，然后如果我还是唱一首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拿手，或者是一听就觉得好像是我该唱的歌，就觉得太安全了，我可以去调查中这首歌。咱不说那什么了，我先表个态吧，就是说调查中的这首歌戏剧性更强，然后行走的鱼呢层次更分明，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表达分成了两个派，做到极致，做到极致，是，这个是我想表达的，我想跟大家了解这个事儿。就这嘞，对吧，雨轩 ？OK， 我没有，真的是这事儿，好，很开心，大家能够那么快达到一个共识。对，其实